今天来播到熊大白，依然是许富凯。许富凯这个新的专辑来的哈，哦，有很多的变化哦，尤其是在编曲上面，哎，这个有大编制的哈，整个乐团的哈，所以呢，有真侪位伊要甲大家讲，咱先来听这首歌《无依无我》哈，听熟了，咱来甲许富凯好好来开讲哦。感情搬过几路空，往事一直提后悔来参，为爱走纵人海千千万，人人心上拢有伤痕这一项。天若寒，雨若大，无人提醒我，也雨伞打到山。愈思恋愈沉重，空虚是一时，也是一世人。世界本来有你有我，感情后来无依无我，哪缘分无人会当看破，请送我一张白纸，将爱重新写。世界本来有你有我，感情后来无依无我，目屎若一直不愿拆散，请送我一双鞋仔好听，慢慢啊行，慢慢行。天若寒，雨若大，无人提醒我，也雨伞打到山。愈思恋愈沉重，空虚是一时，也是一世人。世界本来有你有我，感情后来无依无我，哪缘分无人会当看破，请送我一张白纸，将爱重新写。世界本来有你有我，感情后来无依无我，目屎若一直不愿拆散，请送我一双鞋仔好听，慢慢啊行，慢慢行，孤孤单单的孤单，思思念念的思念，两人的愿望，我一人担，有你有我，别心无依无我，情路这宽风雨这大，我无伴无伴。世界本来有你有我，感情后来无依无我，目屎若一直不愿拆散，请送我一双鞋仔好听，慢慢啊行，慢慢行。今天的宾果宾要请各位的白马王子哈，我是为着令这底下爱家爷收的底线，全部把它挖出来哈。
欸，你对歌迷的好好到什么程度？对歌迷的好好到什么程度？你看我反过来问，平常都是问说，哎，瓜北对你瓦后啊，是啊，我要看看这个凯凯到底许富凯有没有真的很贴心的对他的歌迷。嗯，一般来讲，他们都会留讯息给我。对对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那你说对你瓦后，像最近又遇到一个小孩子，然后传讯息给我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妈妈一直以来都是你的粉丝，但是妈妈因为现在癌症做化疗，对，那化疗结束，身体状况一定会比较虚弱，对对 对。他说希望能有这个机会，然后请你可以录一段话给妈妈这样子，那我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对，那我也问了他妈妈姓什么，好像姓卢。我记得，所以刚好也借由这一个平台，是跟这位卢妈妈说，身体要保重，然后呢，希望你可以听着我的歌，然后一直很幸福，要加油。对，要加油，要有信心，对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啊，人的互动有分很多种啊。我刚刚给林，我只来天命啊，也天命都是来做表演的哈。如果你的歌声啊，如果你在不同的时空里面都可以给大家一种陪伴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，比如说像我这张专辑有第一首《听你帮》这一首歌，特别提一下，因为主赛涵我生活的环境以女性居多哦，对啊，妈妈一乍洗底黑得带到港修尖嘎，那我小时候呢就是跟着妈妈，那叫瓦皮对不对？哎，瓦皮对，瓦皮都有概念是，然后呢就跟着妈妈，比如说下课，那我不是马上回家写功课，就是跟着妈妈去得带嘛，然后就看妈妈。在帮阿姨们修指甲。那我觉得我在那个环境待了这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我在那时候很早熟。因为我看尽了很多的人生的百态。比如说这一些阿姨们。是。每一个大概打钢琴碎碎爱来熊班，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可能是被扛进去休息室里面，然后拎嘴了嘛，拎嘴。我说我永远有一个画面，就是他旁边的垃圾桶永远都是他们的呕吐物啊。所以这些阿姨其实他们那么不偿命，或怎么样，可是他们是为了家庭，为了小孩，可能离乡背井，然后从北部下来南部去做这样子的工作。这样以前好，你走的时阵哈，绝对拢不会好人知。我就驾驶等于就丢啊！啊，你妈妈讲啥？有啦，我咧工厂上班呐，我咧做工课啊，行了，这一旦赚下子钱，有啦，我咧加班呐。是，啊，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是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很喜欢一个画面，就是阿姨们的休息室都有一个很大的镜子啊，我很喜欢从背后看着他们在那个镜子里面梳头发，所以那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去帮那些阿姨摸头发、梳头发。到我长大之后，我会觉得说他们每一其他们弄一些故事跟也沧桑，哦，就是你那时候当时的记忆留下来的感觉。我的记忆永远都是这样子。所以你就有听一帮这，那你有去大概听到他们曾经在人生有什么样的梦想吗？阿姨有聊到这些吗？梦想还是希望说自己的家庭可以很圆满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到那一个环境里面工作，一定就是家庭一定是没有很健全。了解，对，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可以身体很健康这样子，然后不用为了任何事情烦恼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了哈，都是为家人而想了，其实一心来冒忙哈，希望你当顶着一个幸福，对，啊，无就是讲较简单的生活嘛，不要紧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在风场岁月打滚的时候，你想想看那些来风花雪月的人，搞不好都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，是没错，他在跟你互动的过程里面的那个。彼此都有彼此的为难。对，其中有一个阿姨我还记得，那时候她有一个女儿，然后年纪也还蛮小的，那时候我爸妈就很可爱，帮她女儿正为良，因为她的心愿就是希望这个女儿可以，她看着她出嫁，结果呢就真的顺利的，然后也结了婚，爸爸妈妈帮他们介绍这样子，结果隔没多久这个阿姨就过世了，还好他有看到，还好他有看到，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有的印象，就是那个阿姨，对，她叫玉兰阿姨，玉兰阿姨哈，你这个你的愿望还是有达成，是对不对哈？还好有达成，对，但是林心的无奈，你的金泽瓜来对哈，我们就会在你的专辑里面都看到，对，是。其实我看到《提王》这组专辑的时候，我发现说他的那个封面设计哈，大家来看这里，嘿，就是一个线哈。那个把这个字串起来哈，就是说
两只，两只，这个叫鱼嘛，金鱼吗？还是什么？哦，是啊。对，有着梦想的鸟。好，梦想牵引着这个想要飞走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是真正你看一条线怎么串起来？我打雷小工哈，咱空中嘛赶快呐。我也不知道这个频率是谁会接收到，他接收到他为什么要听我的节目，听我们在这边做讲话，这是刚刚几条刷赶快的，等这些刷你不你没由来的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到底是什么缘分，是，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好，给他行会呢来登第二西尊哈，也说啊你是bingo吗，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。我说其实哈梦哈有时候被牵引到最后的一个那个线条呢，都是美的，不管它中间的过程怎么样哈，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缘分，真的缘分。好，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哈，有一首歌我们刚才讨论，对不对？是，就是你当时交给了这个曹俊宏老师。然后他就马上有想法了。是的，这首歌叫什么？我不识西我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人我不识西，哎，真的看不到自己耶。你是不是你内心有那个冰天使跟冰恶魔？有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就是他说人都会有两面，阴暗面跟光明面。真的啊，对，真的啊。是，有时候你真的为了一些事情，你逼不得已要展现出你的阴暗面。又或者是有时候你明明是很光明的人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就要展现阴暗面。你非得做个决定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去啊，你就说真正热闹的场地里面没有孤单的人嘛？有哇，是哦，对，你那天心情就不适合热闹，可是你又不得不去，可是你参加还是孤单啊？哇，真爱，所以歌名叫做《我不识西我》，我不识西我。是面的我，一杯酒做大餐，两只谈判，这呢多的牵挂，为什么感情无予我淡薄开我？行伫都市的我，总是掺勇气伫咧拼输赢。认真的生活，受伤的心肝，心事找无人听。我无啥使我，愈要付出，着愈无亲像我。过着感觉惊，证明我也搁有爱的条件。证明我也够。
分一个看伴，两个在相听的我。两个在相片